触底反弹，高歌猛进。从昨天晚上，比特币曾一度跌至40,500美金，它从44,000美金跌到了40,500美金，一下子跌去了3000多美金单枚比特币。那现在从昨天晚上，在过去的这12个小时，比特币一路高歌猛进，一路上涨，现在已经涨到43,000多美金。那比特币今天能不能突破45,000美金呢？咱们拭目以待。铭文市场在短暂的调整之后，那铭文市场现在也开始跟随比特币的这个走势开始触底回升。那我们恭喜 AVAV 铭文铸造的小伙伴翻倍出本呐、AVAV 基本达到的都能赚到钱了。你的本金如果翻倍是可以抽出来的。为什么 AVAV 会是下一个10倍铭文的热潮呢？理由第一， AVAV 持币地址高达50,000多，它有非常深的一个深度。上个月土耳其大会铺天盖地都是 AVAX 这个链的广告， AVAX 在国外非常爆火，已经火热出圈。而且铭文主要是在我们国内FOMO， AVAV 在 AVAX 地址数第一，很大部分都是老外，是对外输出的一个链。 AVAX 团队对铭文的这个态度非常端正，非常好。创始人发推说 AVAV 非常火热，暴涨30,000人，曾经出现过索引中断，但是他只用了仅仅一个下午就把这个平台维护好了，这个真的是神速啊。他会积极的反馈用户的一些信息，目前看到有很多中文区的这些大 V 都进来拉 AVAV 了啊，这个铭文一定会出圈，一定会更加火爆的。持币地址数暴涨时间从12号晚上8点到17号凌晨，700人一下子就这几天的时间，5天涨到了50,000多人啊，这个持币地址数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爆炸的增长。人们线性知道了 AVAX 的这个 AVAV， 越来越多的这个用户都了解了这个 AVAX 这个雪崩链的这个链条，那更多的用户就会来参与。那 AVAV 本身它也是有这个话题性的， AVAV 是雪崩 Avalanche 的这个简称，是一个民币，这个也是一种共识的。随着这个大家 FOMO 的这个进行，打铭文的已经翻了几十倍了啊，从0.02美金的这个 gas 费一直涨到 1.8U 的这个 gas 费。那我打的时候当时是 80% 的这个进程，当时的这个 gas 费我记得是 1.2 美金一张啊。我们现在打开这个 AVAV 的这个市场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地板价每张是 2.47 美金，也就是说即使当时你在 Chester 发视频的时候你进去打，当时你一张花费是 1.2 美金，那现在地板价是 2.4 美金，那你就是妥妥的翻倍了。你打一张赚 1.2 美金，打一张赚 1.2 美金，你打100张那就是 1.2 乘以100，看你打得多赚得多。即使 gas 费暴涨啊，那有的是有的人打到90%几的时候，那 gas 费一张是 1.8U 啊，也就是说 1.8U， 那现在 2.4U， 你还是有 0.6U 的利润空间的啊。即使 gas 费的这个增长依然没有办法阻止 AVAV 的这个进步啊，不合常理，那就是民币的这个特点啊。 AV 这个 Avalanche 这个雪崩链从头到尾丝滑无比，没有见过卡链，一点都不卡，确实是证明了这个链的这个稳定性。同时 AVAV 的这个社区也在凝聚，那只等上锁，没有哪家交易所可以无视这个50,000个人一起参与的这个项目啊。在即将到来这个超级大牛市这个行情，这个雪崩 AVAX 这条链很有可能进入市值前五，铭文赛道这个 AVAV 也将大放异彩，这个市值肯定是不言顶的。那现在这个市值大约在4000万到6000万，那这个市值看起来很大，但是如果说4000万、6000万到4亿或者6亿，那还是有10倍的这个空间啊。好，我们聊完这个 AVAV， 如果说你关注我的这个小伙伴，你现在一定是翻倍了的啊。我们聊完 AVAV， 那之前我还给大家介绍过一个项目是史币啊，史币市场今天早晨起来刚刚开始开放，如果说你没有，你不会跨链，没有铸造史币的，你现在可以去市场去抄底了。为什么呢？当时我铸造史币的时候，那当时我的成本一张是接近0.12U 啊，0.12U。那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地板价大约在0.08U、0.09U 左右。你现在上车的话，现在还是来得及的啊，史币。那也就是说，在铭文市场在市场刚开放的当天，你如果进去抄底的话，是可以拿到一个比铸造者更低的一个成本价的，比成本价还要低。那这个就是妥妥的一个抄底。那日后随着铭文市场的复苏，日后的话，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益的啊，翻倍、3倍、5倍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。那史币这个市场，然后昨天开放的 FIOS 这个市场是昨天开放的啊，那地板价也是超低啊，非常非常低啊。那一个 FILS 只有0.001美金啊，那这个底真的就是太低太低了啊。那作为一个龙头链的一个龙头铭文的话，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往往正常它龙头铭文的话，0.1美金甚至1美金。都是有可能的，那你可以想象这其中的这个倍数有多少。今天刚开放的一个市场 COSS 是阿童木的这个链，这个链的话是公链前20名啊，那也是今天刚开放的。那这个市场的话，现在也是大家可以进去用小资金，也是可以在市场刚开放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可以用小资金去参与的。很多粉丝都跟我说过啊，很多粉丝跟我说过，说如果早看到我的视频就好了。为了避免这样的遗憾，请你一定不要忘记点关注，不要忘记点转发，一定不要忘记收藏我的视频。 Base20 那就是以太坊二层的这个链，价格现在还是在 0.2U 左右啊，0.2U。 那两天两三天之前，在我发视频的时候，当时
地板价是 0.1 个 U， 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即使 base 这个铭文从 0.3 个 U 短暂有一些抛压之后，然后现在回到了 0.18 0.2 左右，那这个时候你还是有接近一倍的这个接近翻倍的这么一个空间的啊。即使你从 Chester 介绍这个项目，即使你上车用小资金你100美金进来，你现在还是有个180美金的啊，还是有180 U 的啊，也就是说一定用你的小仓位去测试这个项目啊。